重庆飞扬大师公号李荣利阿嫂火药如果飞关后方正八五即为第五号在全部自动的旅机甚至机会使用这国人光飞的发电开始一天推开了传统等之类但是已经受了
广告，
後幾啦。好，咁後啦。嗰個人只係七八歲啫，嗰陣時，係啊，三十幾十八歲，細過我哋少少啦。我知佢嗰陣時七八歲啫嘛。總之我識佢大概都，我都係十八歲啫嘛。有啦，當然仲有七八歲。兩個豆丁，兩個妹嘅細路出嚟耍，細佬啊，國康村啊嘛，咩村我仲唔記得啦。我哋都係住喺前頭，第二個姓咩嚟？都知我哋呢啲啊，因為我阿叔都住喺前頭，係啊，張哥我都唔會問。你話我有細我，咁我真係唔知你幾多歲，因為我幾歲。
Come on.
要買大嘢俾你食啊，半個鐘頭到一個鐘頭啦，差唔多啦。Thank you.
下，然后转弯一圈，哎，我转弯一圈，下一个九十分钟。
待巴士停止后，他离开座位。下车时，请谨记携带您的财物和行李。
站和明街在北广场。上一个站，下一站长宁街上德广场。Now you are to Hong Kong Town Meeting. Holiday to Hong Kong Town Meeting. 中文。下一站江津澳站九龙东皇冠假日酒店，香港九龙东智选旧式酒店接近。
行行李，依住我哋嘅健康先可以出發。那下午要开始我们的旅程了。先等待巴士停止后，巴黎开始了。下车时，请注意携带您的乘客和行李。请你好，欢迎乘客们。下车时，请注意携带您的乘客和行李。